警方在七一游行对待记者的手法越来越粗暴，呼吁下任行政长官落实捍卫本港新闻自由，又指政府发布消息的手法越来越不公开。记协发表最新一份言论自由年报，指一国凌驾两制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好像是七一游行警方除了针对示威者外，连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毓启都被阻，期间亦有记者被带到警署和被胡椒喷雾射中，認為特區政府越來越遷就北京的意願。我們明白記者不是有特權說我們可以橫行無忌，但是在警方的警務通則裡面是說得很清楚，他們是要協助新聞工作者去採訪，尤其是攝影師。所以在這裡我看不到為什麼特區政府的警方他是會拘捕這個記者。記協又認為政府發布消息的手法越來越不公開，例如遞保機制，政府只是舉行閉門吹風會，而官員又只是回答幾條問題，並沒有正式舉辦記者會，認為有損公眾知情權。記協說香港的新聞自由在近年越來越受到威脅，希望下一任的行政長官無論是誰當選都可以落實捍衛香港的新聞自由。
玩翻條 Golden Line， 翻出先。謝謝，唔該。